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基隆的无名面馆小卷米粉 A62 男子汉盖饭。好，生意很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啊，应该跟他讲吧，我们两三位。啊，小姐你好，我们三位。哎，对，我们三位。西桌交托好了吗？好了。来，127号，我们里面请。来，137号，里面有三组客人招待。好。后面没有消失。如果要选到，改一下。没有消失。我们应该还有吧。从后面吧，大概就没有。好，还有，好啊，看有没有啊。再换我们。对，箱子没有了，箱子是他们的最后一份了，所以这个冻饭跟这个都没办法做。男生盖饭有吗？有。哎。好，生意非常好的店家啊。好，那先上荷包蛋跟卤豆腐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期待已久的蚵仔盖饭啊，加点胡椒粉。这家在基隆好像蛮有名的。我现在试试看啊。发好了，按你地板。啊，就是这个卤肉跟蚵仔啊。来，小姐二桌。蚵仔很新鲜的啊。肥鹅。好，谢谢。有大有小，这边这么大，然后这个是小朋友。好吃。那还有腌萝卜。是来参加最后的两位在现场吗？它主要是蚵仔很新鲜。满满的大海能量。好吃哦。好，真的很棒。啊，这个卤汁就咸甜咸甜，嘿嘿，啊，不错啊，香喷喷的。你的客人，他们发哥他的肉应该是这个是配饭煮的，啊，饭也煮的粒粒分明。它的量也蛮多的，好吃哦。真的很棒啊！然后后面再把这个荷包半熟荷包蛋加进去。哦，好，这个蛋一流进去会更棒。所以有点流动不了，但是这个蛋黄加进去真的很棒。好，哦，生意很好，所以背景音会比较吵。对，好不好吃这家？是蛮有实力的。
好赞哦，相当有特色，嗯。万能的海神赐给我神秘的力量。嗯，好假、哦、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可以满分。那这是雨鞋啊，雨鞋是防滑的，我是来到你们家才会防滑的。最主要是鹅鸭的味道比较重，卤汁的味道反而比较淡，偏主角是鹅鸭。啊，这个蚵仔盖饭，它这个汁比较像是猪油拌饭的汁，不是那种卤肉饭的卤肉。OK， 它特色是这样，就猪脚就是饭，还有这个蚵仔。好，再是这个本港小卷，看起来蛮新鲜的。嗯，好，这很好吃啊。就很 Q 弹，好，这一盘70块，那小卷很新鲜的，好，今天都很幸运啊，吃到这个很好吃的海产，赞。嗯，吃吃看，觉得好不好吃？很新鲜哈、哦，小小吃小小吃，但是它真的很美味啊、哦，长得真可爱啊、哦，谢谢啊，嗯，赞，好，真的很好吃，这个一定要点，好吃。哎，厕所。哦，蛮好吃的哦。那还有一些特别的菜色在墙壁上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总共是260。好，营业时间在这边。好，那再来就逛一下这个仁爱市场。生意都蛮好的。哎，不然只有小心烫啊。哦，这家生意也很好。在这边可能比较算是在地人在吃的吧。就回到我们刚刚吃男子汉盖饭的地方啊。这个鞋子啊，
好，那就这样走小小一圈，让各位朋友逛一下看一下啊。这家看起来也不错，哎呀，这寿司哦，有味道没错哦。好，石井锅烧面。好，那就停在这好了啊。那各位来就祝您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。好，那外面下雨，记得要携带雨具。拜拜。